心，有这么啊明的心，咱转一条通灵，是咱在世间这条灵性，无啊，伊就针对咱的灵，这是咱相通的法性，嘛是咱讲倒转来先天的本性在在。真理显露是灵天神，转咱顺落来无形境，是咱随着清净这点灵魂，无形伊的法性，爱咱向的先天神，是咱这点灵魂的灵气，安住。在世上的心，我有这条青甲源头的样，是咱道家这条灵魂倒转来原来咱的本性，这种是通的开，是咱在世用心意，以咱静的落来的心，真理。的灵性，转咱通灵本性，是咱回入来这条灵魂，无啊有这呢啊顺的意思，是咱上冲一点力，咱爱行的清咱的心，嘛是咱道家一条灵魂，这是。清净的天理，嘛是咱来讲寂静无形的心意啊。照着上苍的天界，现咱顺着无量的心，咱有这条清澈的天，恢复的灵性，转咱顺家心灵啊。咱有一条清澈的天性，予咱有顺这条天性，真理是显的清。咱有顺着无义，转一条清净这条灵魂，是咱行的清澈的脑筋，爱咱找出着。元灵这个真意，我以清界一条灵性转回上天啊的本性，这是咱道家的灵性，予咱恢复即马这个灵伊的清界啊，是元天一点理，予咱顺着。无牛神，无啊，伊会当通。我有现主持的灵气，敢若亲像原来咱的母心，是咱清净这点意。大母通顺天，这点灵魂的灵性，再来讲这么稳的天灵。是顺着法界天命，咱爱行的顺着心，是咱恢复正法这么啊清，咱有无形界的心意，是咱以清净落咱即马即个心性，无形啊，伊只有用灵来做主。是咱有这条清清楚楚的脑神经，转咱恢复咱本来清净。是咱见到老母这点灵气，这是顺家的天性。咱才有这么啊稳的清灵，顺着母娘啊的本意，咱来甲看。落界心，
是咱直通现世界，咱的脑神有清有明。这种清净，就是咱的元神观自在，是我爱用着这条清澈的灵性，归咱母娘伊的本灵，献开咱在世的心。无形是源头啊，无声无音，这才是母娘伊的法啊。所以讲，母娘啊，要我用着我即卖人咧沟通这个语，有的是用教语，有的是用手语，所以讲我是用人即卖咧讲的闽南语，是咱用着清净这个天性。母娘伊是清净的啊，伊是不言不语的啊，只有用着咱即卖这个密语，敢若亲像咱的蜡烛，圆圆圆内底目睭睭，这就是密语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，就是通我这条灵界，现伫这么顺的本性。即马咱爱是通这个密语，母娘啊，伊予我顺的来，做这条灵性的主。这是咱通着清净的天理，要予咱在世间心灵伊的主宰，嘛是做主持。有这个主，咱才持会久，持有够，拢是顺着一条灵魂的灵性。要来讲着这点清楚的天性，顺着无一点灵感，现到这么啊顺头。咱有这么啊清净的天理，因为这是母娘伊的本性。我找到原来咱的清净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转倒转来回秒这条心性，是咱稳定在世上。回母啊，一点灵气，转咱有顺这条心性，天元有母有灵性，转咱通有清净，咱有元天这条灵性，才有咱金母落界本性，是咱兑现一条灵性，爱咱转甲这么啊清净的心，我有无形界相通。今仔我用着母质，本来性质是咱这条清净的天，打通我在世间这个脑的通灵化神，是咱有照着母啊这点气，显露我一条清甲源头无样，这是咱相通的本，拢是掀开即马即点气的力，我才有无形静会出来即个心意，落灵啊，顺着无性，是咱有运遮尔啊清。我再来讲顺甲现主时的心。有咱一条正法的灵气，咱才来行顺家的心性，拢是现个这尼啊顺的灵性。我再来讲清净的本性，阿母啊，你讲这是顺咱的理，显明啊，这是在世上我的心。这就是处咱儒家的灵性，母娘啊，伊予我这个心这么啊安平，拢是先开咱原来迄个本性。我才有今仔日儒家这条灵魂，先开着原来
我这个真意，拢是顺着金母啊这条心性。这世人我只有用心，要讲的就讲真心真力啦。啊，照着母娘啊这点灵气，是我用着这条天缘。母啊，爱我用着这个心啊，这么啊清，是咱用着无形这条灵性，灵甲心拢无看的啊。万行拢是心为主啊，心若想要做啥，啊，你着鸟起查。所以今仔我用心清清清，无妄想，无乱想。所以讲，这是咱原来这点灵气点醒我这条心，拢是恢复这点灵性。我要行的是通灵。活伫在世间，我的灵感，我的觉察，这就是咱转到清净的天理。一点灵气顺着天，真愿本性回天灵，转咱顺家这呢啊正，有咱原天本意，转咱清家落心。无形定来现世界，转咱通天正神在，灵魂有宝通天理，度咱归元正天气呀。是咱顺着现主持的心性，咱才会当知上苍的灵性，爱咱行的是现主持的灵。今仔日中土会生嘛？啊，这才是咱一条灵气啊！咱人真正，咱的心中这条灵魂，伊的灵气了呢。所以今仔咱中土会生，咱才有原来这个本性，上苍这点灵性啊，是照着灵魂这个天地。在咱这个心中啊，这间开，我才有无形这条灵性。因为今天我要讲的是善恶的顶端，浮出着咱原来这个灵气，本来就无善无恶啊，这是咱正本来这个面目，这就是通灵咱的天意。我要行的是正法通天，是我以这点清净的天灵，咱再来行做伙现主持的心，真理的灵性，予我顺入来道清。真法本意是天性，转咱来到是先天，灵魂后注定落来。转咱开灵世间心，这是无形的天意，嘛是咱归元正天，这是咱顺家的心性，嘛是咱来讲出家显明，有咱顺着灵元灵气，咱才有这呢啊顺家的心理，青天本灵。会无性，转咱通这条心，有咱道家一灵性，转入到无形界。我以清净这点理，是该行入来、切入来。这就是咱讲的天元灵性，是咱顺着这点气，现咱行的这呢啊顺序。我爱是这条灵魂的灵性，这个中华的灯，中华的灯伊才有伊的功能。今咱插头要插中华的灯，冰箱插落就变冷的，电热器插落就变烧的，
咱电视插落去，伊就即个影像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即个中原即个原则，这才是咱通灵的天理，找到咱原来即个本性有无的终点。现咱清净顺天意，灵源本性回无定，转咱清界这条心，行入来是咱的心所用的。咱爱是家己啊，这个心会自在甲反应甲回应，是我行的正法这点灵气，来到我即马这个心啊。照着母娘这条灵魂安尼自在，这就是我翻过，就是我倒转来上古早。原来这个灵感，拢是顺头这点灵气。世间爱行的是咱的心理，用着正法这点灵气无形式。这是咱转来清净的天意，咱有无形界这条灵性看得透咱的本性。有当时啊，咱用着即马的一个想啦，爱当互你想甲准准啦。啊，譬如讲我正咧想，啥物人要来，哎，啊忽然间这个就来，啊，这就是咱灵的接受。有当时咧讲，哎呦，啊，这个物件是十五，啊，雄雄，咱塞车还是什么物件来？搁这个十五显在你的头前哦，这就是咱的灵感在头前。是咱有安尼来讲，咱的灵性有形的来印证，拢是兑现咱的灵气，掠掉着在世，起码。我是照母娘安尼来讲啊，但是我这个心是清的，是会知影的，唔是规个拢无拢唔知去啊，完全拢是母娘落来我这个肉体的指示啊。即嘛是肉体，甲我这个觉性，哦，要来讲予伊会知影，会自在啊。这就是咱灵的接受，嘛是母娘咧教囝。只有甲这条灵念念嘛，所以讲，这就是我今嘛要讲予伊清楚明白。灵伊咧教法是相通的，伊是自然有咱今嘛这个本性的，有一个本意、本来资源。这就是我讲的通灵现世界，灵魂转自在，灵。伊是几啊款啊？要讲就讲几个方式啦。但是这拢是母娘所说啦。母娘伊是精嘛，精甲清有无？伊自然予咱的灵感嘛。咱咧讲禽有禽的话啊，兽有兽的话啊，咱人有人的话啊，鬼有鬼相通的意啊，神有神伊的理啊。啊，这拢是对无遐生出来啊。所以讲，母娘伊是不言不语的啊，伊是他龙学爷的，才会发出着咱原来这个中心号啊。要互你讲的方式啊、方法啊，今仔母娘和我讲的是在世我人的通话嘛。但是我即马是照着咱即马医院规科内底拢目睭睭。发射到咱即马这个团意嘛，这才是母娘用意嘛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这条灵性，甲母娘是相通，这个气势叭叭叭的。所以讲，我有安尼一直讲，讲袂停，讲袂烂，煞来袂嘴大，念经的嘴大，哦。亲像我咧讲《地藏经》，我咧读会嘴大。我若咧讲看《普门品》《药师佛经》，我咧读会嘴大，严咪都爱啉茶啊。但是我若直接讲一两点钟，
也是为我的下单，就是咱的沧海，来到咱的中单，就是咱的新妇，来到咱的年元，就是咱即马讲这个记忆卡海绵体，安尼我拢是湿湿啊，安尼讲，我的精有这个连这个气，气又有这个，敢那亲像咱即马咧讲的讲，这个气安尼一波一波有无？敢那亲像安尼喷喷安尼落沙啊安尼有无？开我咽喉，所以讲我滋润是伫这个咽喉，十二顶楼这个。上界精华才穿起来，咱即马泥丸降落来即、這个，咱的前门甲后脑，即、這个正中央，即两空相通，叫做暗空。是咱用着即点灵气，咱悟着现主时，咱是明白清楚的。一个人的过程，就是要经过咱的小九天，咱才会当倒转来。咱即马会当讲中天、大周天，来到无极这个天，啊，你才会当体悟到到现主是咱咧讲的气场，是原来这点灵气，是咱咧讲到清净咱的本性，符合咱的神，拢是顺着母啊这点理。我再来走向顺甲咱这条心意，清净拢是天性，爱咱转的是天命。咱有怨天一点子，走出来这么啊顺势，因咱要照着天性，就讲咱即马讲天的气象，这个星会倒变啦。咱天有二十八星宿啊，所以讲咱人七天一轮嘛，小周天呐，一小轮呐，七是二十八嘛。所以讲，咱有头一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，有东南西北哦，各有七个星神伫遮。所以讲，咱一礼拜就是有七个星神。在咱的身躯咧动咧转，这就是咱徛正，咱的灵性要来讲着恢复。我即马这个心神，真理恢复是天命，爱咱转的是天意，落伫灵魂这条心，因为这是对咱无形这点灵气，抓定着你即马这个精神出界。是咱用着上界清净的，这就是咱的本性。只有用安尼来代表咱的现场，写出来咱无形界这条灵性，这是咱随感一条清觉源头，这点灵性恢复到这点清觉本源本身的顺。世间拢是爱顺呐。但是咱即马要倒转来爱逆啊！当然，你伫这个无顺无逆这个当中，则是咱的自然呐。唔是找你死啊！讲逆水行舟无，安尼你来避开咱现主时的水源。今仔日咱拢会当难吗？咱本来咱就是混沌呐，鸿蒙的时阵呐，但是迄阵是清清楚楚的啊，无复杂啊，无混乱啊，是咱用着这点灵气，要恢复咱原来这个自在出转。这个灵就是要讲，咱会当灵明光有力啊，这叫做转。所以讲，是咱现主是这个源头。不应该用着咱的脑神，转过着咱即马所想，是咱顺着正法这点理，拍通原来母娘这条心，真理是天意，不应该是路性啊！
这是咱转的清的本领，嘛是咱老母。今咱只有讲天意尔尔，上界早一点子，一点气，神啊，伊是有这条灵魂存在。今仔我要讲的，是清我家己的心。原来我唔知这条灵性恢复咱的本源本神，这是咱旧意啦。要恢复咱这条清甲有稳这条灵性，恢复咱原来这点心，是以清净啊，我才会当讲如灵啊，现实心平平得着。因为这是咱通灵这个天界来到这，拢是原天的无性啊。所以讲，我爱是清我这个脑神的顶关，搁顶关，复回我即马这个气，伊的自在本性定位，是咱一条清净的天理，是咱的脑神归元灵啊。真理恢复是天性，爱咱转的是本性。母娘伊咧教囝嘛，囝爱听母娘的话嘛，啊，这是咱自然的物件，啊嘛是咱现主时，咱咧说讲的讲就是讲友好啦，孝顺啦，是咱以这条清澈的天界。我要行的是真嘛，都自在啊！因为我在世照这个角性，照这个角度来评判。今日我要明参嘛，要鉴参嘛，七落去自在啊！勘察你爱知个，勘察个知影讲，你这个厚度有够无？你这个润度有够无？力量有够无？啊，这才是咱完成这个工课啊！是咱行的上冲一点灵气，母娘啊，一分秒拢来甲咱注意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整个的天性，阿母啊，予我的情形，拢是足单纯的。但是我即马是用着无缘的灵性，灌满我即马这个脑神经。传出着无形这种定灵的法，这是咱元天的灵性，嘛是加强我这个心意的自在，掀开着咱原来这个灵性。今日咱咧讲的是通咱的天命，爱咱有顺甲这样稳的心意，拢是神的本性。今咱只有讲性质尔尔，性质就是咱以后你的累积、你的分数、你的阶段、你的水准，以后要去的所在。所以讲，我用着这条清澈的天性，敢若亲像无形定我这条灵魂恢复原来这个本性。真理应法是天缘，落来转啊，则是咱的心。有咱落家正法性，转咱归元无形中。今日咧讲的世间人只有阿爸、阿公、阿祖、阿太、太祖、祖太，用安尼来称呼，但是也是祖啊，哦。所以讲，今日咱要讲的做起来，这个做甲咱佛祖迄个做无同，是咱只嘛讲伫这个三界中咱的做尔尔，今日是上悬的做啊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这个做会当做神，托你讲，托你报，伊也是凡世间咧讲的中者尔尔，属心尔尔。原话而已，但是伊若有这种无，猜想无，啊是咱姊妹来讲官无，
都正神的家人。咱每一个人嘛爱合作正神，因为工作啊，只有恁一家口啊咧拜呢。正神是公体，是万姓子子孙孙咧拜，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气，要行出着咱现主时的心地，这则是咱讲通甲原来咱的灵性，一口气啊，你的稳定肯定，是咱恢复灵魂这点力啊，修行啊，这个志气，拢是归元这条灵性，拢是当下咱的心，找出着咱的心明体。我爱是现主时的灵性，有形体、无形体，我拢是相同的心。这是咱向着清净这个灵性，这个所在，咱叫做母源，叫做天源，是咱要做的天的顶源，天的源来，这个本源意，上苍显露是正天理，打通有来到先天气，无形恢复，这是咱的本性。传染有精，这是咱的本性，是咱以正法的心，才有金宝降落来的灵。有咱这么顺的灵气，金宝啊再来行，清咱的心性，拢是主要的天命。咱才带有原来这点理，走向着你这条上创的神。灵魂伊会发界，只有咱来讲，照天光，恢复咱的本性，福灾随着大自然，天光就大自然啦，这个元神啦。所以讲，母啊，就是天光，天光咱嘛会当叫母啊，嘛会当叫光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。无形只有情甲咱相共，咱本来迄个面目，本来具足迄个原性，这是相通的脑神啦。来到这，你就无分你我啦，无分官家啊。是咱用着这条灵气，自然咱会知影这个信息，这就是定法咱的脑神。归咱原体，这个本性本灵，上苍有落现世情，转甲咱的心啊有明理。我爱是顺甲这条神，真理恢复是天界，行出路定是自在。我爱是清甲这条灵性，现伫我这个心。开灵啊！今日开就是开家己心会知影啦。啊嘛，你开唔知影，你讲开千千万万，嘛是同款直接咧开。今日要开就是开咱这个心，咱咧讲的这条灵性，咱要讲的自在，这个本性开清，有诶叫做讲心地，有诶叫做天地啦，有诶叫做妖地。是咱这条真清楚的灵性，清到咱这个心这么自在，会发性，发射着正法，这个神伊的原形，拢是采用咱的灵气。今日咱有九孔啊，有九窍啊，所以讲神啊，哇，你这个头壳会真清楚。个会真温暖，真小好。你这个气，甲你管咧，甲你本来这个面貌，这个气不同。所以讲神活咧，你这个气会精彩。你今日若无神啊，昏神气、失神气，你这个面啊，就变好，变无精打采，
无元气。所以讲有形的，咱只有看这个头壳；无形的，咱只有看头壳内底一寸。这是相应的啦。所以讲，伊是一合我来的啦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这条清楚的天性，在世间我的反应多，今仔只有这个度数尔。所以讲，咱若有这个心这么宽的度数，你才有可能度众生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元灵性，转过着咱这个心。今日你定会调这个度数，你这个心就会清。啊，你若真正恍惚，啊是讲真啰嗦、真马虎，你这个度数就无够。你要讲的，就会失力，会失气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元本性，你要找到家己这个条件。现咱清净顺天意，今咱只有照天公的公明、公道、公判，是咱徛伫咱现主持这个灵台上。母娘啊，爱咱讲的啊，世间讲的做平台啊，是咱要来有这条灵性，这个消息徛伫咱这台家咧探讨。所以讲，我爱是先天这个灵台，有诶讲叫做天台，关关这个所在。啊，你才有法度伫遮来讲经。今日拢爱起坛，神一定爱起坛，咱做啥一定爱一个台啊，司仪台啊。娶某，你这个主角、副主角、媒人、甲中官，你一定爱爬起个台啊，人才看有啊。你要看大家才看会清楚啊！是咱以这点灵魂的灵性，虽然咱即马是徛咧坐咧，但是咱的原型，伊是安尼来称呼的，安尼来表态。啊，咱这个心，这个来理，你才会当知影，这个开阔，拢是掀开咱的灵性。今日毋是幻想，幻想力哦。今仔是灵直接的接触这个大空间哦，这个大气灵哦，是咱应发这个灵性，是咱应这个神的课文啊。所以讲，我爱是清楚这个天性，一世人我要讲的是正常正经。这是咱采取灵泉的灵性，啊嘛是采到咱现主持。的文明，伫我即马会当做主，心会当遮尔明理，有这个文言，有这个咱现主持的文句，这就是咱现主持爱做的。因为修行到咱现主持这个灵感，分秒钟你定会调，这条清楚的天性，甲老母伊是相共的，无第二样，是咱传来。这点灵气是我已经定型啊，在世这条灵魂恢复原来咱的性啊，上苍恢复正天地，传来归元落青天，无形显露上天神，爱咱转来上天命，是咱这个命啊，今仔咱要归元天，这点灵气。敢若亲像金宝，予咱落来遮佚佗一下，来遮敢若亲像咱咧讲个讲出游一下啦。这就是咱的优势，在世间咱会当受到正法这点灵气，众神啊，甲咱扶持，咱的真心有够，今日启发启动嘛，咱原来这个本性。落地在世间这个现场，讲出着咱的真法，真理应来升天去啊！道家安住上天灵，恢复清家我的心意啊！转咱定法这条神，灵魂就这么啊清净，现伫咱的心上，拢是
恢复咱的灵气嘛。今日爱上天这点灵魂，转过着咱的静心、刚柔爱平庸嘛。所以讲，咱的灵咧讲是柔道有够，你的刚力有强，这才是超越咱平常时所想的。啊，若无咱人怀疑心重嘛，猜疑心更加不明嘛。这就是咱道家的灵气，咱会当用到这个身躯证明，咱现主时一家，今仔是老母的子时啊，咱才有这个灵普天啊，降伫咱这个地上，咱现主时的圣意圣旨啊，这个猜动，这个动作，只有咱老母娘娘伊会发的，我才有今仔日。这点受母娘来照着先天的意，照着老母交代的话语，这是上苍的天性，使咱在世间里要学一成真理显露是灵发性，教咱转的是通天灵，无形安住世间定，爱咱转回无形这条心。这是咱恢复青天咱的本性，老母啊，伊会转灵，本来拢无这个名称。老母啊，伊这点元素、古老，用安尼来称呼。所以讲，这是咱的源头，嘛是咱只嘛咧照着咱原来这个天理，老就是讲不生不死。咱即摆来讲，讲会当讲是咱未老，最主要就会当敢若像讲翻动啦。母娘就是代表伊老者，也是遮尔年长，遮尔年轻，活力阁遮尔饱，这就是即个老的用意啦。老者不衰啦，老当益壮的意思。这就是咱讲到即条灵性，母娘超越。在咱众神的头前，顶冠是咱道家这点灵气，咱这口气要照着先天落伫咱的心，拍开咱现主时这个状态，显露是上天命，爱咱转的元天神，是咱道家这点灵气转过着咱的平常顺天。灵魂有落加这点灵气，来到咱清净这个天，显现着无这条灵性，来到这点清澈的天元，不应该爱咱顺这个理，行出着咱即马这个脑神伊的存意，这就是咱照着先天这点灵性大天元咱的本性，真理显露是灵天来。做主啊，则是心中在恢复通灵这点意，大母传到咱的心里，顺着正法这点灵源，母娘大法这点气，咱才有这尼啊顺家的心，通咱这条正法神，转咱无形，定咱这条灵性。好啊，I don't know.
o a i e r e i r e o a i e r e i r e o a i e r e i r e o a i e r e o o e r e i r e o a i e r e i r e o a i e r e i r e o a i e r e o a i n a o a o a i e r e i r e o a i e r e o a i n a r a o aAh, oh, I...